下子 LINE 又来了，一下 email 又来了，一下又接个电话。我们人不是电脑，你以为他只是记性不好，结果他有一天真的变失智，你就完蛋。可果跟我们预防失智、让脑筋比较活化有关呢。哦，中间里面有一颗一颗一颗的，已经准备了好多颗蛋要来帮江医师补脑一下。我记不起来他的名字啊。好揪心哦。周休二日，够新配，跟郑凯云一起健康再升级。